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，左右为难，举棋不定，跟缩头乌龟似的。哎，妈，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，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。你说他那个搬迁政策啥意思呢？啥时候能下来？你怕啥呀？房子你都要过来了，你有啥怕的？能吃吃，能说说啊，不能说那吃饭把那嘴堵上，多难听的！什么叫要来的？什么叫要来的？最后落户写谁的名啊？不还是写你的名吗？我打一个。这咋都行，这出息。倒水喝。嗯。婶儿啊，哎，啥时候回来了？啊，刚回来吃饭的。哎呀。婶儿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哎，我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哎，快，你们坐坐，影响你们吃饭了。没有，我们也刚吃饱。这进屋，快点。哇，怎么样啊？你看这弄的，好。哎呀，来，婶儿给你拿的这个。呀，你坐呀，婶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太客气了。这是啥呀？化妆品。哦。哎呀，一晃哈，你说你们俩啊，这么大个儿了，结婚了。哎呦，你看那照片，婶儿那都是刚拍的。啊，真好。哎呀，这屋子让你们给弄的啊。哎呀。让你们给弄的，真好。哎呀，这时间过得也是真快呀。喝水啊，喝水呀，婶儿。坐呀，婶儿。当年啊，兴杰他爸就喜欢做这个啊的吧嗒吧嗒的，喝这茶叶沫子。婶儿，你喝水啊，你别嫌弃我，这没茶叶沫子。这说的啥话，啥嫌弃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哎呀，婶儿这出去啊转了一大圈儿，最后发现呀，还是咱们林场好。人呐，还是得落叶归根。落叶归根呐。前些年呀，婶儿在外面呢是赚了点钱，可这些年不行了，累了，就想着得回来了。哎呀，婶儿啊，嗯，这是准备回来啦？啊，就回来住了？嗯。婶儿啊，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啊。你看我，这给我们几天，我们俩收拾收拾。不是婶儿，是这样啊，不知道这个兴杰跟你联系了吗？兴杰呢，已经跟我们都说好了，这个房子呀，他已经给照成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不我俩这还挺用心的哈，都重新装修了一下，那花了不少钱呢。嗯。哎呀，这婶儿看出来了，哎呀。要不这样，装修花了多少钱算一算，婶儿把这个钱补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婶儿在外面呀也折腾这么多年，还是一个人，婶儿也为难。你说，婶儿，你别说了，你钱不钱的无所谓，咱都一家人是吧？那不行，这个钱婶儿得给你们，放心，一定放心，婶儿给你们。行。你一会儿再收拾呀。这是你们爱咋咋地吧，啊，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这他这人就这样，这脾气就……哎呀，想一出是一出，别见怪啊。
你干啥呀？这还笑得怪瘆人的呀！啊啊！别笑了，咋的了？说话。房子快没了，你闺女啊，跟你女婿马上就要睡铁道边了。小凤霞，我告诉你啊，没事你别老作妖啊。人赵成对你不挺好的吗？对，我长这么大啊，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。左右为难，举棋不定，跟缩头乌龟似的。哎，妈，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，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。咋就过不下去了呀？啊！我叫你跟妈说，咋的？赵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？啊？黄小平回来了，他要把房子要回去。啥？黄小平回来了，要房子，赵成同意了，正是。